主料，该竹笋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糍粑辣椒、鸡精、味精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干竹笋提前泡好，然后用手撕成小块，凉水下锅煮5分钟，捞出沥干备用。准备捣好糍粑辣椒，起锅放适量油，放入糍粑辣椒，凉油下锅小火煸香，炒好的糍粑辣椒淋在竹笋上，再放酱油、鸡精、味精、葱花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用糍粑辣椒来拌凉菜非常不错哦。糍粑辣椒是放了大蒜和盐的，就不用再放大蒜和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